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还是礼拜二，今天是我们第二次上 Cadillac Mountain。 我们现在上去是准备去看夕阳，今天早晨看了日出。往这个 Summit 走这一段路刚刚修好，所以开起来特别的舒服。我们已经开到这个山顶了，停好车。我们今天现在停车的位置是在西边，因为是看日落，今天早上停的是东边。这个标示说了，因为有空气污染的问题，所以有的时候看的不会好。我觉得现在就是不知道是空气污染还是雾气。这个地方也是很大的，就算来很多人，大家一散开就看不出多少人了。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下面的湖和远处的海，风比较大。今晚的云比较重，希望能够在落的时候从那些云之间能露个脸儿。山上跟我们一样在等日落的人已经不少了。It's incredible. Wow.相机也好，还是手机也好，这个镜头怎么也表现不出来实际的这种美。现在太阳已经落山了。我们这一集就分享到这儿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Thanks for watching.